那个，咱就想问一下，我买这个奶油胶回来是想做手机壳的，油宝子非让我挑战做成粘粘球，这不是为难人吗？它跟 T 恤泡是一样的东西。来吧，既然你们想看，我就试试。可先说好啊，翻车了不能笑。这个到底是咋玩啊？不会是把这个口剪开直接挤吧？先徒手起个丝，奶油胶卷粘粘球咋样？